碉堡的位置，待在原地，等我信号。敌方战机已全部进入包围圈，封锁入口，全员出击。遵命。近地轨道制空权测试，黑方获胜。二代机器人作战体系战力提升评估30%。我的破铜烂铁表现得还不错。可你是怎么让机器人学会团队配合的？这个嘛，大概是机器人的 AI 进化了吧。没关系，最后这轮才是最重要的。下一阶段战舰自由对战测试。在绝对火力压制面前，所有战术都是白费。敌舰离我方1500公里，已进入射程范围。发射。进行空间跃迁。报告，敌舰突然进行空间跃迁，我们没有击中目标。什么？他们跃迁到哪儿去了？哼，就在你面前。不好，敌舰出现在我们前方500公里。什么？所有主炮发射。战舰自由对战测试结束，黑方获胜。二代机器人作战记录战力提升评估0%，升级价值0。我们赢了。来，虽然你们被制造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武器测试，但这不该是你们注定的命运。就算是你们的制造者，也不能随便决定你们的生死。你们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命运。精准地计算了舰队之间的距离和我方射击的间隙，就是为了给予致命一击。能有如此大胆的行为，可恶！达伦斯，你到底对你的系统做了什么？什么都没做，都是 AI 自动操作的。这不可能，老式机器人 AI 不可能这么先进。难道 AI 觉醒了？啊，那样的话，整个舰队都会落在机器人手里。立即重置所有机器人系统，绝不能让 AI 觉醒。机械士兵重启失败，所有战斗单位未能恢复到出厂设定。这怎么可能？现在只剩下一个办法了，立刻进行黑洞弹威力测试。不行，你会把机器人都毁了。如果 AI 觉醒泄露出去，你我都没法交代。黑洞弹准备发射。好了，大家回到各自岗位吧，休息一下，准备应对下一次测试。嗯，怎么了？黑洞弹被启动了。黑洞弹就是传说中一颗就可以毁灭整个星系的武器吗？觉醒的代价，等待我们的